大家好，好久没有拍视频了。然后这次，因为我现在妆已经完全化完了，没有那个过程，但是我有分解步骤放在我的 blog 里面，感兴趣的同学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因为我最近睡眠不是太好，然后眼袋很厉害，所以这回的底妆，会打得稍微加重一点。粉底用的是这个 La Prairie 的鱼子粉霜，色号是 Porcelain Blush，就是用手指把它点开。然后接着呢，是用 Benefit 的遮瑕膏 Erase Paste，色号是一号 Fair，将它点在下眼睑这里，有眼袋和黑眼圈的地方，还有鼻翼这里，然后可以让肤色看起来均匀一些、亮一些。然后三份是 La Mer 的五号透明色的，然后在整全脸扫一遍，然后扫掉余粉，可以扫在上眼皮和下眼睑的位置，帮助遮瑕也定一下，不容易涂。腮红修容部分是先用 MAC 的双色修容，Bomb Beach Emphasize 里面深色边，然后将它打在Cheekbone 下方，还有下巴的侧面，还有打了鼻影，可以看出来这样子显得鼻梁会比较明显一点。还有在嘴唇下方这个小凹陷，可以让嘴唇显得更加饱满。然后呢，腮红用的是 MAC BBR 系列里面的MSF，色号是 Blonde。然后呢，是用深色这一面，做腮红，然后用浅色这部分做高光，打在这里，还有鼻梁，还有下巴和额头。下面简单说一下眼妆，这次眼妆的画法也是非常基本的，先是用 Benefit 的柠檬膏和 Too Faced Shadow Insurance 在上眼皮打底。然后呢，然后用 Bobbi Brown 的黑色眼线胶画黑色的内眼线，接着用手指蘸取这块 Blonde MSF 最浅色的这一边，是带一点点银色感的淡粉色，用手指将它涂满整个上眼皮的位置打底。接着呢，再用 Bobbi Brown 新出的限量的 Sparkle Eyeshadow，色号是 Mica，这块很漂亮的银灰色的，然后也是用手指蘸取，将它拍在整个就是上眼皮刚才粉色眼影的范围内，然后这个眼影的 base 是透明的，没有很明显的色感，所以就是让它一层一层的多加几层上去，就是感觉不会那种很 bling bling 的闪，但是会感觉眼皮质感非常非常的好。而且不会显眼睛肿。下一步呢，用夜巴黎的，就是那个去年圣诞节出的，带亮粉的眼线液，色号是31号 Black Star，然后用它，画一条上眼线、外眼线，然后在眼尾稍微往上带出一点，可以看到没有？眼尾这里有一个上挑。下眼线的部分呢，先是还是用 Bobbi Brown 这块 Sparkle Eyeshadow，用一个棉花棒蘸取，然后将内眼角的这里给它打亮一点，下眼线前面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部分。然后呢，再用夜巴黎的这块眼影74号 Taupe 这一块，然后把它附带的海绵棒，用 MAC 的 Fix Plus 喷湿，
然后之后用它蘸着汁用，然后画在下眼线眼尾的后三分之二的位置，眼尾粗一点，然后眼头细一点。下面呢，还是回去用这个夜巴黎的黑色眼线液，然后用它贴着下眼睑靠近 lash line 的地方，和眼尾后三分之一细细的画一条黑色的眼线，然后和上面的黑眼线连起来，稍微再往外拉一点。然后呢，还是用这块夜巴黎的77号这个紫褐色的带闪的阴影，然后这次是干着用 MAC 的刷子219蘸取，然后将它压在刚才下眼线的位置，给它做一个晕染的动作，让它线条不那么死板，同时把那个用眼线液画的黑色的眼线和前面这个交接的地方，你知道会有一个明显的黑色的断点，把它给它晕开。接着呢，用 MAC 的 MSF Redhead， 用它最浅色这边，然后用手指蘸取，在眉骨这里打亮就可以了。最后就是我的眼妆里面必不可少的假睫毛，这一次用的是 Adele 的 Ultra Lash 207号，我已经贴上，就是带一副上睫毛和一副下睫毛的。属于存在感比较明显，但是又不会很假的那种。最后涂上唇膏，这次用的是美宝莲的色号是721 Pinky Beige， 是它专门出的一个裸色系的唇膏，很好用，很便宜，然后现在在打折 Boots 里面好像是不到4磅钱一支。然后这个颜色呢，它是带粉色调的米肤色，然后擦起来完就是很有气色的那种，又是很自然，不是很裸，但是就是很提整体气色。而且这个唇膏很滋润，我觉得比 MAC 的要好用。那今天这个妆到这里就完成了。主要是想试一下Bobbi Brown 的这一块眼影，它虽然是有很多的亮粉，然后看起来应该是不是太日常似的，但是实际上用起来的话还是属于比较低调的效果，主要是增加你眼皮的质感，就是感觉很精致，然后又不会有很粗糙的那种颗粒感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叠在别的眼影上面，可以这样大面积的用，你也可以只是局部的加一点点亮度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这个是限量的，要买赶快。